定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良心呢，良心就是自己的本人，身体不是的，身体有生有灭。啊，良心没有生命，但是我们今天把自己的良心啊当作别人的垃圾桶，别人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统统放在心上，就变成垃圾桶了。这个完全错了。今天人制造的垃圾，诸位晓得，你看每天这个垃圾车在街道上小巷子里面收垃圾，大家都看见了。啊，看到那个东西，我们的心就是垃圾桶，就是垃圾车，到处去收垃圾。啊，还有人把垃圾传给你，哪些呢？媒体、电视传给你。网络传给你，啊，电影传给你，啊，报纸传给你，杂志传给你，再的，你一出门，大街小巷，你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通通都传给你。所以你的良心啊，全都变成垃圾了。你说你多可怜呐，你多痛苦啊！